哇，这地儿太好了，这要是白天真没事来这哈，打打牌，嗯，唠唠嗑，别妥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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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怎么妥协了？就是，你讲吧，这我还不咋会讲呢。我也不太我，来个节奏好的，就说一个天津大爷啊，小明，他们家呢是天津人，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天津。小明呢有一个难以启齿的一个小秘密，就是他脚有点臭，他汗脚，所以他总因为这抬不起头来，他觉得很自卑。但是每当回到家呢，他爸哎，把我给搅和了。哇，你能拿到那么重的？哇！哎呦！快拍快拍，太好看了！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冷萃。谢谢。太脆了。哦、这就拿着就这么喝不是吧？啊，可以，也可以这样喝。可以啊。对。别妥协，没讲完呢，快把别妥协了。忘了怎么讲了。不是，那非常脆，没有那个。说我刚刚我那个。什么辣姐讲的吗？上哪儿？我这人一个天津大爷说出了我这个人生的信条，进他家门，天津大爷说别妥协，别妥协啊！就是这个鞋因为脚太臭了，对对对，别妥协，别妥协。对，能给我刨了，能给我。我怎么记得当时辣姐就念两句话呢？每天回家，他爸爸总会鼓励他，别妥协，别妥协啊，别妥协。也不太想的。是都使完了，你不使不跑也不太想。那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但我回家试来着，还行。是吗？回家还试试？脱鞋了回家？不是，就是回逮谁给谁讲啊。甜，刚才看到个乐山甜皮鸭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甜皮鸭，我们到乐山就有吧？是，皮儿是咱吃过，巨甜的那种甜法，比那糖油果子。我觉得跟那糖油果子有就是不分伯仲吧。那好像沈阳那边吃麻辣烫都喜欢甜的。对，我特别接，我就吃不惯。哇，贼好吃！你下回点随便麻辣烫，你放两勺糖。我不行。好吃，特别好吃。你们喜欢吃那种甜辣口的吗？不行。是吗？然后他有那种烤鸡架，然后他们我爱吃咸的，然后他我找了一堆，只有那一家咸的都是甜、哦，但是你们那边人好像都爱吃甜口。我也是尽量躲着甜，我就不太爱吃、啊。你也不爱吃甜？嗯，那我爱吃甜。就是下午演完了，在网上演了，中间那顿饭我们吃，找了一个就是清真馆子，对，他似蜜也是一甜的菜。但有做特别甜的，上海嘛，本帮菜算比较甜，过于甜的我也不喜欢。对，我也不喜欢甜。我觉得红烧肉一百种口味，湖南红烧肉，湖南红烧肉，这还有辣的呢，就是辣的，辣的红烧肉。北京有一个地儿叫毛家菜，就是特别好，那个辣的红烧肉。北京那，你吃过尹厨吗？吃过呀，尹厨红烧肉太好吃了，它是那种软的。软的汤多是吧？我回沈阳最爱吃的就是坛肉酸菜，我觉得那也好吃。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学校有一个食堂，那个肉叫什么肉呢？还不叫红烧肉，就一块儿，这么大一块儿，好像有。那就是坛的肉啊。还不叫坛的肉，不是哦，坛肉，那叫扒肉。沈阳叫坛肉不是，好像是南方菜的做法。这么大一块，有酒味，还有腐乳，我不知道那啥做的啊。那不叫扒肉馆吗？扒肉叫大肉吧，他们什么大肉面什么的啊。好像是有一次什么，我们学校有一年整什么美食节，就起来那一个厨子留下来这一道菜。你会模仿吗？不会。模仿一下，你模仿一下宋丹丹。睡腰生疼，睡着反累。你跟他学。有人什么花钱唠嗑，有人花钱吃喝，有人花钱点歌，今儿我雇个好活，有人花钱雇我陪人唠嗑。叮咚，谁呀？张惠妹。哎呀，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破船？后来呢？套上你用。记者给你送过笔，送过桌，送过一口大黑锅。啥时候给你送秋波了？秋波啥玩意儿？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。哦，
那你是不是想脱口秀的那个节奏也跟你小时候看这个有这个关系？有点吧，感觉耳濡目染的。他尺寸也特好，我觉得他的口风特别好，他口风巨好。这我学徒的时候没有节奏这个词儿，什么喜剧节奏没有，我们就叫尺寸。口风呢是？口风就是你自己的说话的状态，状态。对，他的口还有他自己的。对。就是，其实就是这个风格。口风很紧。口风，你口风是挺紧。就每人都有每人的口风吗？啥也不透露。口风很紧。站台上一个字儿不往出说呀，就是口风太紧了。哎呀，真不错呀！来电话了，不接。快递，这好像也有个165的给我打电话。那是不是一个人啊？找不着你找他去了？我接了啊。我陌生号码都不接。冯如。不说话了，没对上来，给我。那聊半天也没理我。我之前接过一个诈骗电话，他就是让我去办公室找他，我说你是谁？他说他是我的领导。我说我没有领导，他非让我去办公室找他。我说我没有办公室，他怎么可能呢？你说我无业游民。对啊，后来他一直说他是我的领导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没有领导。我同学就被骗过，怎么骗呢？就说我是谁谁谁，哎，说你现在来哪儿找我一下，完了就是。他那时候刚好赶上点儿，就是我们那个老师真的去找，要让他去找他，他就过去了。然后他到那地方怎么样呢？反正就说让他先什么垫点钱什么的。哎，我爸也被骗过，真的，因为有的时候他就能赶上你确实正在经历这样的事儿，然后就打了，就概率。